Miss 九啊，我蓝儿小 F， Miss 九洋洋还有我芬，米雪儿四月有零三粉，优雅转身小爱，还有 Nice 狗狗宁啊，狗狗宁。大家为什么叫我狗狗宁呢？啊，谢谢我西鱼。为什么叫我狗狗宁呢？因为之前有人说我这个眼睛长得像狗狗眼。啊，就是眼睛嘛，正常人的眼睛可能是直的长，或者往上长，或者是这样长，我的眼睛是这样，和小狗一样。这你回家，你有养小有养小狗的话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再看看你家狗的眼睛，有点像啊，所以叫狗狗牛，长了一双狗狗眼。啊，当然我想说，就是凡是能喜欢我的人，大部分80%都爱小动物，或者家里养狗。谢小鱼啊，感谢小鱼，谢谢我们这个元儿啊1010，还有我们慧儿 CM， 我杜康宁小龙女，还有 Remember C 啊 SE， 谢谢宝宝，还有小鱼，我汤圆哥，还有怀怀是吧？还有鬼鬼那个字不认识啊，还有大脸娃娃啊，大脸娃娃晚上好，米西西，还有我轩儿啊。